今天出去买菜，今天去 Costco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圣诞节了嘛，里面肯定有一些活动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嗨，我们到啦。每年的圣诞节前夕， Costco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圣诞摆设，好有节日的气氛。那个小红房子里面会有灯亮，想象着如果在晚上，一定看上去很温馨。这个 Philips 的电动牙刷在打折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在用，非常好用。这个保暖内衣在我上次的视频里有介绍过，两件套打完折后是10.99元，价格很实惠。小孩也有两件套，折后是6.99元，很划算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就是发现之前在我这视频里介绍过的 CeraVe Moisturizing Cream 又有了，两瓶装价格要比 Amazon 和 Walmart 的都便宜，价钱很给力。还有这个 Neutrogena Hydro Boost Gel Cream 也是干性皮肤的救星， Amazon 一瓶要19.54元， Walmart 一瓶要19.57元，在 Costco 两瓶才28.99元，价格非常划算。还有 Aveeno 的 Oat Gel Moisturizer 两瓶25.99元，虽然这些现在都没有打折，但对比 Amazon 和 Walmart 的价钱来说都很划算了，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买。这个有机的巧克力雪糕家里小孩老人都喜欢吃，最主要是它不是很甜。这个剃须刀在打折，家里爸爸和先生正好都需要。每次圣诞节我都会在 Costco 买圣诞花放家里，一大盆花15.99元，红色的花瓣给这个家增添了不少色彩和气氛。好了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